我们那个人生真是苦的，比任牛马还苦啊。现在你们是开始说是发芽了，生叶子了，要开红花白花是自己了吧？那现在说我有机会，我见到这个山人，我才会感谢他。爱全年无休，伸出双手就在我身旁。主是会轻拍肩膀，给我安定的力量，像一道微光，既深刻又简单。爱的微光像家的温暖，有爱和星星陪伴，脆弱会变得坚强，爱是无声的力量，在看不见的地方，依然感受到光芒。爱的微光指引我方向，抛开烦恼和忧伤，脆弱会变得更坚强。出最精彩的希望，微光的温暖，爱是无声的力量，画出最精彩的希望。孩子大了，那有些向外打工，也是在泰国，也是在台湾，也是到马来西亚，也是到韩国。
各个国家都去到了，现在我们回火冲的人。啊，我是火车哥，亲戚们，来到你亲边叩求你可。